王阳明开嗓自称难听，但是大家要先原谅我，因为我唱歌很难听。安口哥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预备备唱。想沉默解放你，想沉默解放你，我真的好像唱不下去。不行不行，安口哥再不唱，我今天就要开干了啦。想沉默解放你。I need to rest in arms, keep me safe and home, in pouring rain. 想念的 summer, Lord, I feel the cold, I feel I'm getting old, before my time.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. 蔡诗芸表示，很帅。我真的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唱歌，我对他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唱过情歌。你怎么征服他的？不是用我的声音来征服他，是用哪里？你们不要把这些问题变成限制级的问题。我没有啊，我是说，譬如说浪漫的举动啊之类的，送巧克力啊。你想歪了，还怪我。哦，其实是王阳明被蔡诗芸征服。就像昨天，因为我眼睛突然肿起来发炎，他早上起来工作前他就把我拉起来，然后我说刚刚他说我要带你去医院看，我说哦，那这也蛮浪漫的，因为以前都没有人会这样照顾我。苹果流浪赖前女友表示报道，向苹果爆料最有力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奖金送给你，我再捐款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前3名就送你 iPhone 6手机，人人都是记者，爆料一举数得，爆料请打电话或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